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我今天本来是想在阿林这客栈休息的，房上都开好了，我在屋正做视频呢。韩燕给我发视频，告诉我不行了，他把那个钥匙扔车里，然后他那个棉花糖那狗把车给锁上了，狗在车里把车给锁上了，他进不去车了。哎呀，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去帮忙去。哎呀，我去看一眼吧，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车上有没有东西。这边看不见，呵，封的这个严实。哎呀，这败家的，哎呀，你这个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娘们儿，败家的老娘们儿，哎，大家伙都在说肯定是剧本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呀，他们说，他妈的，又是不是要搞剧本？我真不是剧本，这是，真的是。帮我看一下。小爱有拖布杆啥的吗？好了，老狼来了。哎，我知道我有啥东西了，我知道了。是剧本吧？我知道我用啥了。我好像我有那个什么，我有个360的自拍杆，用360的自拍杆，估计差不多能够长。给它开开吧。还好有个缝，还好他给狗留个缝，如果不给狗留缝就完了。哎，他你有这种准，你是专业帮别人开门吗？专业的关系。拿着帮我拿着。好的吗？肯定两边都有啊。不是只有主驾驶有吗？那副驾驶不开门的。反锁了，副驾驶是开不了的，自己手开不了的。没反锁啊。他按总关总锁了，差不多考了，听到第一声了，你给我过来。当当当当，哎呀，什么东西掉了？狗粮，嗯，再给拿狗粮。你看还是要有男人吧，对吧？还要找个男人吧，还是要有男人吧，还是有男人是最好的。怎么谢谢我？谢谢，以身相许吧。哎，舅妈，你不是开了个房吗？走啊。在一起，生孩子。不是你俩到底是这么开心吗？都啊！啊，棉花糖还下来了。棉花糖下来了。你看他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啊，对。哎呀，这个败家娘们儿，哎呀妈，书都啃这样，你说是不是剧本？你瞅瞅，这棉花糖在车里各种葫芦。上回张小白那车锁也是他那狗子给扒拉扒拉扒拉把车门给扒拉上了。对，把他锁起来了。对。还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幸运吧？嗯，幸亏你这车不是落锁自动关窗的，像我那车。螺蛳粉吗？我可以啊。我那车落锁自动关窗的，开都没个开。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广西的，车牌第一呢。所以说现在吧，还是要买那个新车。像我这个车，我锁上之后，我拿手机能开。好了。这个败家的娘们儿给他开开了，谢谢狼哥，有你真好，是吧？亲一口吧，帮忙还能找到媳妇儿。哎呀，你嫉妒了，你也来一口。我要找小哥哥，我还要回客栈去，我得上那儿去做视频去。是吧？那你今晚不直播了？我直播我就在客栈播呀。啊，在客栈播就得了。我在这里播吧，那明天。明天联系吧。明天联系吗？嗯。我们去露营了，阿林拉着他的拖挂房车，还有一个背驮，他的拖挂是一个大帐篷，然后我带着我的帐篷。这不挂四驱，到这嘎就限制了。到那个，你过哪个河了？过二道河了？最后一道了，那嘎的限制了。我挂四驱过去了。行，在那儿等我吧，我慢慢上去吧。看看你，阿林的小拖挂房车支上了，他那拖挂房车是帐篷房车，露营帐篷，一打开一个大帐篷，然后我准备把我的帐篷也支到这河边来。
这出门就有水，多好啊！如果这样说，水要是慢点，甚至可以搁里边钓鱼。这里边有鱼，有柳根子。要不到时候买个鱼竿去，找个稳水的地方，咱们钓点小柳根儿。把我的帐篷也支这儿，在这儿支着就不走了。完了，但是出现新的问题了。我这个柴火炉上面这个盖儿这块，它这底下有个小托盘，托盘之前在家开焊了，我又出焊了一遍，焊了一遍又开焊了。之前在家用电焊焊的，这是不锈钢，得用氩弧焊，拿不锈钢焊条焊。一会儿找个地方焊一下吧，搁氩弧焊焊一下吧，要不然这没法弄啊。上面不能总做个锅呀，那车里边的那个帐篷里边都不潮啊。待会儿红胖丫、王牛牛，还有那个张海燕都要过来。谁呀？张海燕啊。我就心海燕，狼哥。你长点心吧。海燕啊，我先把你扔河里。然后等他们一会儿，等他们来了之后，我把这个炉子拿去焊一下，要不晚上肯定会冷。现在先去锯点木头。锯点木头留着啥、留着晚上出炉子。有点菜，有点菜拿下来。哟，一会儿拿吸尘器把这吸起来，太脏了。咱们可以挑大个的拿了是吧。哟，拉沙上了。顶这儿先拉折了，湿啊，这边湿啊，那边太湿啊，这个木头湿啊，湿的不要啊，上那边拉干的去。看这里有多少木头，这先不拉了，挑挑干的好拉的了，拉。哦，这边这么多呢，都不用拉。这边有这么多呢，都。这家干呢？麦克尔狼子，狼子，哎，你为什么把帐篷搁到河边？知道为啥吗？因为你喜欢钓鱼啊。不是啊，如果洗漱啥的用水，在河边就可以用了。你是想在这里取水吗？对呀、那太棒了。去年冬天我就是在河里边取的水。帐篷先放到这儿，然后我跟阿林去把炉子焊上。炉子焊上，然后，哎呀，准备今天晚上在这露营，出发，得找个能焊不锈钢的地方。炉子焊好了，忘了拍了。现在我们往回去了，准备把炉子支上。海燕也要过去，海燕的帐篷和炉子也到了，也要上这去露营去。哎呀妈，好几家子这一下子。升级了，现在开始坐美女的香车了，香车美女，王宁宁的车。今天是你开呀？啊，我车扔在那哪儿了？我看看你这档怎么挂，这是，我那往前推是吧？嗯。你他还懵了。这不是、这，哎，这是自动了，这个自动。好，出发。
哇，他好厉害呢，海燕。海燕过来了。燕姐挺帅，燕姐直接干过来了。过不来了。他那肯定过不来。还过不来啊？你挂四驱了，你轮胎咋没气了，姐姐？对，我挂的四驱。不是，我说你轮胎没气了。轮胎没气了，是。我换个双胎去。我看你一点都不紧张呢。你往哪？你有啥紧张？你再咬我。我这些就上一次就在这里陷的。你说，轮胎瘪了。啊，没气了吧？刚才没那么瘪的，可能是刮到了刚刚。轮胎这儿哪能刮到呢？我要去接，还得接胖丫去，胖丫回不来啊。那可能刚刚刮到了，怀疑。刚才我看还没那么。我说了，我开我车去吧。这挺那个的。我开我车过去接胖丫。我现在要去接胖丫，胖丫的车过不来的，开我这车去接他吧，不中让他开我车过来，我开他车过来。这就是我的营地了。接下来这几天就在这儿住了，然后柴火炉也装上了，柴火也劈好了，那么多柴火也不用弄太多，这边柴有的是，随时用随时劈就来得及，然后炉子这边也弄出来了，正好是这位今天搭的是顺风的，我问阿林，阿林说风往这边刮，而且这边漠河不刮风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儿，有营地了，准备在这儿试一段，等下雪。